Hello, 听到。Lady，你好，我系 Maggie 嗨，你啊。好，Hello，系。系啊，今日想听下你嘅，又听下你嘅见证喎。你系有咩原本有啲咩问题咧？原本我就脊骨都已经有痛噶啦，因为咧当年咧打错针药咧，咁我已经系脊骨咧系经常痛，痛咗十几年。咁再加上咧，就係、是、前兩年咧，我膝頭咧再有埋骨刺，同埋係只腳開始冇力啦，即係開始行都唔係太好啦，已經落樓梯咧，我就要雙手即係、就是、要扶住先至可以落到樓梯嘅。咁我好感恩啊 Terence 啦，因為嗰日我撞到佢之後咧，佢就話俾我聽有一條咁嘅褲。咁当时我都系半信半疑啦，即系呢个好肯定。咁我就好啦，同你上公司去听下条裤啦。咁我话不如咁啦，你试下俾我着咗先啦。因为我系比较敏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就试下啦。咁佢话好啊，横掂啱啱我又喺度，咁啊试咗咁。咁试咗之后咧。我本来坐低嘅时候咧，我要双手揿张台啊，先至可以起到身嘅。系即咁时啊！你意思即系你即时一试着咗几耐啊？两个钟，两个钟头，个个半半钟，钟至两个钟啦。系。咁啱啱讲完即系呢条裤嘅资料之后，咁我就想去 toilet 啦。咁我就起身啦。一起身，我已经系好简单用单手。又唔需要用，即系唔需要好大力咁样，我就已经原来可以起到身啦。即系我开始只脚有啲力，可以自己可以系起到咯。咁呢个当时我就已经系好好，信任呢条裤。系 咁真系跟真住系发生奇迹，发生咗喺你身上啊！系啊，真系太奇迹。咁 跟住阿 Terence 同我讲啦，咁你准备要一条啊定咩？我唔使谂啊！你全部同我要晒，要咗佢。咁 跟住就我哋去食饭啦。咁去食饭咧，就因为我哋喺旺角咧，要经过条楼梯落同埋上个地铁站嗰度，咁我哋先可以去到食饭咧。因为去朗豪坊咁样。咁当我哋一路倾偈一路行啦，咁。因为仲有其他人见证到嘅，咁我哋一路行一路倾偈，咁原来我不知不觉唔使扶嗰个楼梯嗰条柄咧，我就已经行咗落去下边。跟住佢哋班人问我吓，你点落嚟噶？咁我你平时点落噶？我话掹住侧边嚟行咯。咁佢话咁你而家咧？我话系，我点样落嚟嘅咧？呢度？好神奇啊嘛，我哋都觉得。系 啊，我真系自己都觉得吓，真系有少少难以相信，但系真系要相信咯，因为唔系净我一个人做见证，系好多个人同我一齐食饭嗰啲一齐行嘅时候都见证到咯，系啊，咁上楼梯嘅时候我已经可以用力啦，呢个系好好显著，同埋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只系需要2个钟至3个钟，已经可以原来已经可以改善到。呢一樣嘢咯，嚇，所以呢个系好好嘅证明啊，证明到我哋嘅裤其实系即时已经可以帮到你。所以其实你只要着住就已经 OK 啦。所以有啲朋友可能话：，咦，我唔系 feel 到有咩感觉啊？呢、这个真系因人而咯。而你嘅体质就系一个比较敏感嘅体质，一着就已经系 feel 到嗰个唔同，同埋你本身真系有一个痛症喺度啊嘛。咁佢系。真系对症下药咁样帮到你呢、这个痛症嘅时候咧，系哇！嗰個感受係極之大啊，系會嘅，真係。系极之大。咁但系我个人咧都系好衰嘅，因为我咁 跟住咧我就尝试下条裤咧有几好，咁 我就再继续挑战呢条裤啦。咁我去到第三日，去到第三日啦，第三日我要搞去旅行，因为平时咧我唔着呢条裤咧。我如果我行路咧，行半个钟至1个钟咧，我已经只脚要拖住行，因为系提唔起啦已经。咁嗰日咧，我可以去旅行，
行咗4个钟头。哇！你系仲系咧越级挑战嚟嘅，你呢个系。咁跟住咧，仲要咧试下可唔可以递得起，可以擒嗰啲石啊石间。啊，系啦。石哇，擒啊！因为你本身你行已经系有困难嘅咯，初初。你是要擒上去是很难的、哦、是啦，我就是看看令到我的脚可以有几好力、嗯、我就是要挑战他这件事，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我是绝对是可以上到石间的，哇，可以给你掌声给你掌声哇，好劲好劲好劲，哇，你真的穿了三日已经是可以爬上去这个石间，是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是啊，真的我自己估不到，亦都好，哇！亦都好戥你开心啊，因为我谂即系你会系嗰、那个心情系好开，好好似一个解放啊，即系一个真系帮到你啊嘛！我都会明白，啊、因为好多朋友分享翻就系你如果系有呢个痛症令到你行寸步难行嘅时候，你其实你自己会好唔开心。咁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样嘢，哇！帮到你去逆而行到，兼可以爬上一啲石上嘅时候，哇！你真系开心到不得了，我谂系啊，系啊，所以我就都即系同啲一齐行嗰啲人咧，都已经即刻分享。我话你睇下，我系真系做一条裤，真系完全唔同咗，同埋系因为个人咧有咗个气力之后咧，咁、嗯、个人嗰、那个。即好似簡單講，就係情緒上咧都會好少少咯，因為係一定，因為你成日喺個痛之下係好辛苦嘅。咁、嗯、但係話是話，即係你話條褲真係有幾正幾正，不過話俾你聽，當我去到第五日咧，第五日嘅時候咧，原來我嘅痛症咧係比以前更痛啊！哦，因為嗰個調理嘅反應，冇錯啦，係、嗯、啊，哇，真係極痛，我可以話俾你。不過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調翻轉啦，因為我平時咧唔係著24小時嘅，咁、嗯、我係著即係翻到嚟屋企沖涼，我就剝咗佢之後就唔再著嘅啦。咁、嗯嗯、但係咧，真係痛嗰陣時咧，我反而調翻轉，我著足佢24小時。嗯，因为呢个真的要俾身体去做一个治疗嘛，咁一个系避免唔到噶，你只要挨过呢段时间咧，系啊，就会好翻。不过原来着咗24小时咧，好翻个程度咧系快咗，系、嗯、快咗。如果我系着即系夜晚黑唔着咧，系冇咁快，嗯、真系着24小时系快好多。嗯而家痛都系爱上咗佢，爱上啦！我直情系就嚟冇咗佢唔得咁。我谂好多人同你一样，都系冇咗呢个爱上咗呢个裤之后咧，就已经系甩唔到身噶啦，一定系黐实你呢个裤。冇错啦。系啊，好多谢你啊 ，Vinny， 哇，你嘅分享系非常非常之劲，非常之好，多谢晒。